放假究竟去边度玩呢？我介绍咧高尔夫球场俾大家认识啊！咁记住搭巴士咧，搭55号或者52号咧，就喺路环小型赛车场落车，因为隔篱就系噶啦。咁所以咧，玩完再过嚟食嘢就 perfect 啦。咁啊咧，千祈唔好喺高尔夫球俱乐部路落车，因为仲有两个站噶。其实咧嚟到真系几远离烦嚣噶，因为非常之咁安静噶。我咧就系食环境多过食嘢食嘅，咁所以净系个环境咧我已经俾满分噶啦。咁嘢食咧就不过就不失啦。咁但系你望到呢个标咧系劲安静啦，同埋超大嘅草原噶。咁系开朝头早7:30噶。咁我建议大家咧就买定晒套票入嚟。咁个差价咧就系会228蚊同埋190蚊咯。咁而家旅行社咧好多都做紧呢个优惠噶啦。咁所以大家记住买定先入嚟，就算唔买。话咧嚟到 walk in 价钱咧，其实50-60蚊嘅啫，我又唔觉得好贵啦。呢、这个咧就系之前食过嘅 set lunch， 就218至268。CTM 推出咧一啲咧试玩嘅积分优惠噶，好多 plan 噶，记住买定入嚟玩啊！下次见，拜。